现在就大道留下的关键字，唱出含有关键字歌曲的三句歌词。外套，想说你这外向是为你的，不是的背包。又听侦探，丢掉外套，丢背包，丢掉背心。你如果全身丢一次，下一个是要丢掉裤子，丢掉鞋子。每周日晚间八点，饥饿游戏。